对，往上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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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，我们本来现在要带小朋友去上学了，可是今天早上起来了，妈妈已经有点落红，不是有点落红，是落很大的红，落很多。因为我查它都是说少少的，可是我自己觉得那一坨跟月经第二天蛮像的，我自己也很紧张，我现在不知道他到底是要我去医院还是不要我去医院。你落红不一定会是马上要生，但是因为加上今天苏珊又觉得有一点点阵痛的感觉，因为我们到第三胎了，那医生说不要像就是规律宫说10分钟再去，那会来不及，就是如果有30分钟规律就要去医院了。现在第三胎又开始有点紧张了，就怕太快，就是如果等一下在车上生也不太好，怕冲太快，等一下我就真的要跟那个你看到的那个急产影片一样，我跟他打头啦，你赶快赶快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决定说，到底要不要先去医院，还是说，因为我们下午本来就刚好要产检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我们先把我们的行李就先上车，然后等一下边走边看再决定。You're a beautiful sight in the summer night, and you can't put up a fight in the misty light.我们决定还是先去一趟核心，但我们家去一趟核心的代价就是一个小时。早上我们家淡水到内湖，真的塞到一个不行，坐坐也不适合机场。我们终于抵达了，开了一个多小时，好险妈妈还没生，还在痛吗？一阵一阵。这里是我最怀念的地方。为什么？我小时候都来这里。来看医生的，你也在这边出生呢、啊，还来陪妈妈生弟弟，对不对？现在换陪妈妈生妹妹了，要当哥哥的，看呀。然后妹妹出来，我就会去睡觉，请弟弟走。这样，然后我就睡觉，然后请妈妈。妈妈，你先坐一下。阿姨是说妈妈先坐一下，好，那你先坐。妈妈你也坐一下哈，我问一下哦。预产期是什么时候？18。你要自然产是剖腹产？对，自然产。刚才先初步检查完了，如何？子宫颈开了，第三胎之前医生就说本来就会开，因为可能前两胎已经生过了，所以开不开也不一定准。我现在就是很害怕，如果回家然后又再来一个小时，对啊，还是直接生。哦，你说直接打催生啊？他们也抓不准我到底什么时候会，然后现在是先贴这个，看那个胎心，宫缩频率。嗯，哥哥你进来，你不敢进，你在那边有比较好吗？啊，不就是一个人躺在这边吗？你去保护你哥好了，你去陪你哥啦。好奇的弟弟。妈决定好了吗？就生吧。直接生起来。来都来了。对啊，怕等一下回去又……我怕我等一下出去一秒钟就开始给我规律阵痛，我就尴尬了。对啊，都第三胎了，就让自己优雅一点吧。我们本来是决定是后天要来这边催生，但是他既然如果想要，还想要今天催的话，对。刚才做了什么？我要把他们帮我打后面的那个无痛，然后现在机器已经在弄了。所以目前点滴已经装上去，然后胎心监测也装上去。对，他们说我很棒，忍痛能力很棒吗？他们说我怎么都没感觉的感觉。他们刚刚就是听完我第一胎、第二胎生完的故事，然后他们就决定直接帮我把机器装上去了。啊，他们怕我产程太快进来。所以这次的麻醉是打在背上，无痛都是从后面的腰椎打，然后他们就说会痛就按这个蓝色按钮，它是定时定量会给你药剂，从现在开始就是天堂，因为你已经20000块都花了，对，然后有痛就可以。
他刚说我已经值班了，还好我选择留下来。他说我可能撑不到礼拜六，搞不好你催生都打不到。第三胎的话，有可能就是从两指到五指是很快的，可能直接冲。对，因为我第二胎就这样。现在跟我们第一胎一样，我们第一胎也是先在检查室待了一段时间，因为如果你是有产兆的时候才来的时候，都不一定有床位，所以我们目前呢先在这边让妈妈休息，然后等一下如果有乐德可以进去的话，我们才会换到房间去。我来安定一下咯，现在还笑笑的，我看你可以笑到什么时候。哦，这一下真的有点痛，还要作用一下。没那么快啊，哪有那么神奇。对啊，哪有那么神奇，除非你先按，先按可能有点帮助。那我就是预知了，我等一下十分钟后会阵痛，我先按一下。妈妈感觉到痛了。刚才妈妈已经按了那个麻醉，她还是感觉到很痛，所以护理师又来再帮她多加一点点。但是目前看起来还是在说，这应该是小孩的心跳，这个才是宫缩。第二胎妈妈是8点来，然后应该9点开始打催生，1点生。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计时开始，应该是11点打软化剂，看一下我们今天几点会生。我现在帮你加上那个收缩的点滴哦，所以肚子紧紧痛痛不舒服就压哦。好，压100次总是会有一次他给你药。快给我，快给我！不用看他，反正压100次就对了。如果真的你觉得压到第3次还是痛不舒服，还是要先跟我讲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他说钱花了就是要用，对，钱花了就是要就是要舒服，舒服的一路到生完，这样才可以鼓励到更多人想生小孩。生小孩。不会痛，小蛋糕啊。真正的催生来了，居然有人知道这件事情，是你刚刚讲的。我跟他们分享我是三根的故事。妈妈脸面超红哎，脸面超红吗？你该不会对麻药过敏吧？两边脸颊现在很红哎，很像喝醉。对了，我没事，我没有喝醉。加1女2，现在还可以开玩笑，很好。你赶快先吃麦当劳，不然你等一下可能这次又吃不完。你可以帮我看一下。对，等一下，我帮你养，我帮你养。生小孩当天最享受的就是妈妈辛苦了这么久，之前都忌口，现在可以大放纵了。吃，你就吃吧，我真要生了，解脱了。我已经解脱了。每一胎都一定要吃麦当劳。以麦当劳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， 我们的仪式感，果然是麦当劳的威力。真的，我没有吃薯条，还没吃到薯，又没吃到薯条了。我只有两个吃块，一个薯条。没关系，等一下让你吃，等一下让你吃，不要紧张。结果紧张的是麦当劳没吃到，没有破水，开3指，好爽哦，是不是？No feeling， 哇、wow。我们刚才本来已经有房间，我们可以换到产房，结果就发现产程有点进展，大流血。我们不是一点点进展，是进展超多。真的？你可以先吃完薯条再生，我们这次要完成吃完薯条再生的愿望。妹妹要来了，已经开3指了。你敢看吗？你都不会怕，你好勇敢。对，他不怕。对，他们两个天差地远。真的？对，完全不一样。这间乐德也蛮大的，只是它没有浴缸，就差一个浴缸在中间。三指就是差一点会来不及下水的概念，就是可以下水。没错，已经在水里。开始用力了。现在是1点，看看有没有机会追上弟弟的出生时间，1点10几分之类的。你记得你几点出生吗？这个我不会记得。2点。但是我开3指，我吓了一跳。我说，我什么时候开3指？应该说疼痛的感觉让你觉得还没有到3指的程度。对啊，他帮我剂量调整好之后，我就没感觉了耶。他现在又调高了，因为后面产程应该会再更痛，所以他听到你3指之后，马上又来调你的剂量。对，快速的来看一下我们的核心大礼包，整包的背心，你看我就说我们很多东西都不用带，然后尿布试用包，漏尿专用。1点10分，又是一个关键的1点10分。哎，付我喽。
正一哦，你现在有感觉吗？现在也有，一直都有。来，鼻子吸，嘴巴吐。我都还来不及叫叫叫。你要叫在哪里？急诊。哎，我行不行？你弄个冰箱。哎，这个没有。来，下来谢谢，来下来谢谢。一二三，下来，这样帮我抬抬就好。弟弟好勇敢哦！弟弟好勇敢，不错不错，没事啊，哥哥，你先等一下。对啊，你好勇敢哦！你都不会怕？有感觉吗？我来教。老师，他只有跟我讲，有感觉是不是？来，鼻子吸，嘴巴吐。你薯条吃过没吃到？对，来不及薯条吃掉。我刚刚明明有跟你说，你赶快吃。鼻子吸，消毒完再下地炉。正在过院长哦。好。他们生臭妹是不是都喜欢薯条？闻到薯条就像吹声一样，就像。你还需要看镜子吗？来得及吗？你还需要看镜子吗？我去，这样好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很好，这样。你要接吗？你要接吗？可以啊。那等下戴手套，等下让你拉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按摩一下。我来点裤子。有人去救粉粉，没有人要去救粉粉，求救！结果来体验如何？还蛮好的，蛮好的。我们抓着哦，大家好，嗨。跟前两胎感觉很不一样，都没有叫，对啊，没有痛。今天有打。阿姨跟你聊天吗？好，请手弯弯向后拉，一边吐气，用力推，肚子出力。来，这样子用力推，来一、二、三、再来四、五，再来。来，再用力一点点。好，来换一口气，再一次来。来，吸气。好，手往后拉，手往后拉。对，一、二、三，再来四、五，再来六。很好，就是这样，很好。来，你手摸，好，不要用力了，摸到它。有哈，好，慢慢出来了。不要用力，都不要用力，都不要用力。哈气就好了。都不要用力，都不要用力。都不要用力，慢慢的，对，头出来了，摸到它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桌子长到了，桌子好，你要看一下，它是镜子，哦，镜子，来了，妹妹来了，你有看到它了？有。我们让它肩膀出来，你再拉出来。好。好，你可以了，来，往上拉，往你自己身上抱，你看着它。对，夹着夹着，左右夹着它，往你身上抓。扣着它的。好，往你身上抓，就夹着它就好。往你身上抓，一路抓上来。对，往上抓。往上拉，往上拉，往上拉。哎。十七分。十七分。这个镜子很厉害呢，以后可以每一间都备一个。不要拿镜子给他看啊！哇，你完全没有伤口。啊！就为了这一刻，都没有伤口，100分，好，合作无间，很好，谢谢谢谢。我们要准备断脐喽，来，你们两个哥哥谁要剪？谁要剪？二哥哥剪，能剪你敢剪吗？爸爸剪，爸爸剪，爸爸不敢剪，妈妈自己剪好了。妈妈剪，我剪过第一次了。白色一公分，自己身体剪，对，大力哦，自己的器官。好，那我们先让他过去。整理一下，等下他放在身上，没问题。好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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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觉得很痛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哇，好酷哦！天哪，我为什么前面要垂头？不同的体验啊，对啊，不同的体验。还没有伤口。生完了，可以出院了。好棒哦！生小孩，我才刚来5分钟不到哎。对啊。有看到妹妹吗？有看到妹妹出来，有没有很神奇？妹妹，你也是这样出来的？很多血。很多血，正常啊。他在看你的时候，他就很紧张，他想说是不是你很痛？对啊，他在一直在观察你。你好棒哦！谢谢你陪我。好可怕，怎么了？好可怕，有一个人一直在，好可怕。女生头发比较长哎，对吗？对，她头发长很多啊，真的。嗯，她还长到会卷。对对，
哎呦，怎么呢？哦哦哦，哎呦，好生气的声音，他的脸圆圆肉肉，还有点像弟弟，像弟弟还圆圆肉肉，是女生的脸，哎，好酷哦，真的蛮不一样。女生的脸是什么意思？刚刚才说三指，直接伸了，开伸。三指到伸大概五分钟，啊、所以他叫你赶快走进来，赶快先躺着、哦，对，不然你根本没办法在这间伸。对耶，哥哥我好了，你要不要来看妹妹？没有血都没有。他、啊、为什么他这里有一个东西？他那个血管瘤。哦，他是在睡觉还是在叫？边叫边睡啊，你不是也会吗？他耳朵很大、啊，他耳朵超大哎、欸。你看耳朵的范围，对，超丰了，真的很大，有比我还大吗？嗯，我们家的耳朵都长这样，跟你一样。一家人认证。叔叔，弟弟带回来的叔叔。嗯，他不叫了，你看你摸他，他不叫了。啊！摸他是会哭。妈妈真的超顺利耶，我们这次准备了很多东西，好险镜子是有用到的，不然就白带了。而且他们院长还说，就是这边每一间都要买一个镜子来放。然后爸爸是很 gay 哦，我带了脚架、GoPro， 全部都用不到，来不及啊，真的太快了。这次生真的超优雅，跟前两胎截然不同。我只有没就出来了。那无痛真的好厉害哦，你这样很骗生小孩，我觉得。第三胎这样怎么样？要不要生一个？大家都敢生？我不要。妈妈辛苦了。不会，我觉得我这胎真的好开心，就这样生完了。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我接生超酷哎，拔小孩出来的感觉。拔萝卜。对，拔萝卜真的有一点点拔萝卜，你还是要尽一点点力，他才会有办法跟着你一起出来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要迎接我们的一家五口生活了。我们之后会继续分享育儿的心得，还有生产妈妈最后的心得分享。没问题，我好多可以讲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赞。下影片见啦，拜拜。阿姨身上没有麦当劳的味道，是不是？抱歉哦，你下一段来的时候，妈妈就有了，好不好？你忍耐一下，好，下一段，下一段，对，找妈妈就有了，好不好？